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七彩灯条它的跑马效果。这根白线为负极，现在我们夹子已经加上了，然后蓝线呢为正极。好，现在通电啊，现在是跑马效果非常好啊，七彩的跑马效果。灯条呢非常柔软，那想怎么折就怎么折啊，很柔软的，摔也没有关系，全防水设计啊。现在我们这里有一盆水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防水效果啊。现在整个灯条全部在水里面，没有关系的，接头也进水了，没有关系，防水效果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看。